我是王源，和我一起畅想2030。我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4，优质教育。希望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更多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可以走进课堂，享受更好的教育。畅想2030，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，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。